你有在关注即将到来的2024大选吗？除了总统，你知道你的一票也会决定台湾立法院的组成吗？我知道虞美人，然后世坚。这是虞美人吗？这是王世坚，他是虞美人，王世坚啊。世坚其实我蛮喜欢他的，我觉得他很好笑。今天要进入这条路，必须踏过我们尸体了。Over my dead body。王世坚应该是里面印象最好的。对啊，他从那个柯文哲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一直都有在看他啦，对，然后送了柯文哲很多礼物这样。是吴尊吗？最近很红的是那个什么赵天麟，是他吗？苗什么呀？苗差不多。对对。然后这个是有上伯恩夜夜秀的那个吴尊啊，吴尊啊，对对。然后这个是绿电女王赖品妤啊，赖品妤，赖品妤，没错。马文君啊，对对啊。113，113，低吗？我猜低。你会猜低？你答对了吗？立法院包含73席区域，3席山地原住民，3席平地原住民及34席不分区，总共有113席立委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过半，要有57席。民进党2016年取得国会过半，至今7年多；而在以前，则有68年都是泛蓝过半掌握国会。都没有听过了，关了，关了。我们列出来都是真的有这个党，我知道有，但是他在立法院没有席次。天造和平统一家庭党，这是国民党跟民进党跟民众党一定有吗？时代力量，时代力量，激进党，激进党也有，激进应该没有，激进应该走，现在应该没了吧？统促党啊，统促党，那个白狼那个吗？对对对对。哦。啊！白狼队，你们可以亲民党是没了吗？我以前在新闻台工作，我现在哩哩啦啦，好丢脸呢。是跟中国那边反服贸那个吗？这阵子应该是那个 B 吧，浅见国造那个。因为我觉得浅见国造对台湾本身应该是一个好的方向，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立法委员要挡这个事情。年金改革这议题好熟悉，感好了，我选 A 啦，不管，没有，没有印象，大概是10年前的事情，那时候，10年前，对，有任何，10年前我好像才国小生 ，C 啊，是 C 啊，福茂，对，福茂就是不是创造了那个台湾一批有为的年轻人吗？太阳花嘛，创造了一堆本来是时代力量，现在是民进党的人。明年1月13就是投票日了。拥有投票权的你，投下的一票不只决定了总统是谁，许多与你日常生活切身相关的法案也都和你手中的一票有关。阿草提醒大家要记得去投票，选出能够继续守护我们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立委哦。